可惜你考了研究生，我出了国，我们终究还是错过了。这是他前女友。他要。上次吵架呢是我不对，我不该口无遮拦，但是我打游戏输了，一时情绪上头才对你态度不好的。我保证以后不会了。干嘛乱动别人东西？周无莲，我们都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你居然还留着你前女友的照片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只是忘了丢了而已。看你不是忘了丢，你是想跟他旧情复燃吗？你别没事找事行不行？别走，你再给我干嘛呀？干嘛？诺！是，我就是还想着他。按照他联系方式，满意了吗？你看看你自己，哪点比得上他？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。我明白了，分手吧。小黎，后面有人找你。小黎，我们都已经分手了，你还来干嘛？我真的错了，你原谅我吧，好不好？我们和好吧。你不是还留着你前女友的联系方式吗？我那都是一时气话。你看我手机密码你也知道，我通讯录你也随便看。你看我什么时候加过他呀？还有那个照片，我是真的忘了扔了。你误会我，我太生气了，没控制好情绪才对你那样的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小丽。我还要上班，你先回去吧。那你原谅我了。再考察考察。唯一的好处就是不要彩礼，听话，还能照顾。不是你的话，是谁都无所谓。怎么了，宝贝？我妈刚才打电话过来，说彩礼要走个过程，多少还是要给一些。不是，你们家怎么出尔反尔啊？要多少彩礼啊？5万。5万？就你也配要5万？就你这种货色，只配孤独终老。啊？跟你前女友在邮箱聊得开心吗？一边花着我的钱，占着我的便宜，一边嫌弃我，一吵架就对我恶语相向。你不是控制不好情绪，只是袒露了真实想法吧？不是小林，你邮箱里骂你老板的邮件，我已经转发到你公司邮箱，明天就等着被解雇吧。不是我说你，哎，李总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哎，好，他吵架时所有脱口而出的狠话，都是平日里蓄谋已久的真心话。真正爱你的人，即使满腔怒火，
也舍不得把怒气撒到你身上。